为什么？今天啊。结果头痛，我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就是现在突然在，哇，我的灵感又走出来了，真的没有灵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哦。我为了整理的豆芽呢，里面有你流失个很烦恼的豆芽碎长出来，你看呢，很多你，当我刚才在爽得很辛苦很辛苦，后来突然间我灵感又走出来了，我要准备一盆水。然后呢，准备认为适合他的嘞。你看我很夸张哦，没关系了，那个最好用的就拿来用了。你家里也是，那个最好用的拿来用了。咁我呢度斟满盆水，咁啊我把啲芽菜嘅水咧少了，再加上去。OK，因为水越多咧，它容易上出啲豆壳出嚟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我就将啲豆芽放综合发酵嘅豆芽放进去。咁啊，你看。嗱，系咪啊？豆壳浮进嚟喎，咁啊你整啦，那个壳，系咁样，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，对，很 easy 噶，很 easy 噶，咁你爽一下，嚟啊，OK，我觉得那个好像不太好用咧。我有就俾一个你看，试试看，我最少 try 噶啦，那个小小的，我有时 try 会特别快，主要我要快，我要快，我要捏很干净啦，我涂上去先，看先，也是。不错，很好了。可能它已经有一点点的最上面浮沉沙最上面，咁呢啲浮进嚟嗰啲咧，我就尽量拿走先。拿走先，咁然后呢，呢个浮一声，呢个很清洁啊！你看，没有豆壳啦，拿上来。其实我对你们说，好多豆壳已经沉在上面了，所以我很笨蛋哦，每一次都是双手都自己洗洗哦。哎呀，现在那个发现了，那也是跟你们分享咯，很好很好，真的，为了你，我今晚开心的也睡不着了，真的很大个发现了，连我自己都很惊喜啊！这样哦，哈哈，来啦，还有，今天我很认识的，真的认识，一点不放过。咁啊，你沉住个地里面，咁啊，我因为还有牙刀嘛，然后将呢种，呢很快。放在那边，都是小小的比较好用。看起来，我用不放心那个，那个比较大一点点因为，那个好用，那个好用，那个比较好用一点。我看到你们了，很喜欢我那个新发明的咯，真的真的，连我今天都很惊喜啊！为了那个烦恼已经很久了啦，我叫你亚全梦贪心啦哈，帮我丢下，我们就不用贪心先啦哈尽快将你浮上来的东西等一下沉下去，最浓沙片的，我们都要汤先。哇，我为那个已经烦恼很久了，真的今天啊，真系那个发现，真令我都很惊喜哦，一度好干净啦，OK，好干净啊，令我自己都很惊喜，所以有啲时候咧，你唔自己用一点办法帮自己。自己制造麻烦给自己，就是因为我们呢比较有点懒惰，害到自己呢，这个也不敢尝试，那个也不敢尝试，所以变成呢我们个方法呢本来也很多的，就变成我们做东西很慢吞吞呢，就是一个方法。如果你用得好的方法，真的很快解决啲问题噶啦。我将撒俾你，因为没办法，我要你看做乜？因为它已经沉晒地啦，沉在地嘅上面啦，浮上啲泥就比较容易一下。OK，我而家因为我等一下仲要洗嘛，唔系我整盆浮晒住没问题，但是我还有时啲水很贵啊嘛，对我们呢啲，一点点都省起来，没有办法噶啦，我制造给你看，等你们看得清，虽然时间长一点，没关系，因为呢个新嘅发现令我自己很惊喜，所以你们值得浪费一点时间看。证明之山呢个很有收力很有收力很有收力，唔好做乜柒，我拿奖呢个东西，哇！你看，沙子咋，我
因为我种种了三瓶，我揸唔住很多菜啫喎，因为爱健康嘛。然后呢度，咁啊洗一下，其实很快嘅啫，赶得很辛苦，不用不用，赶得很辛苦。它已经浮晒个地里面啦，浮晒个地里面啦。浮上嚟嗰啲咧，我们就不妨拿个呢不错不错，呢、这个方法真系 very good。如果不是呢个方法咧，我相信我今晚不是晚餐啊，明天早上我早餐都来了，爽到明天嘅早餐我走出来了，没办法了。所以你说省钱我就有呢啲咁嘅帮助自己嘅方法，没有办法啦。什么东西就是我做翻嘢是我，哎呀呢度喺又沉晒地啦，咁我然后咧将它拨过来，因为呢水咧我一定要清一点点壳先的，因为方便它。等一下我坠落啊，没有了。那个，哇！如果没有那个方法，我相信我今晚啊，听说明天我早上去吃早餐，不是吃晚餐了。哇，很快，你看，啊，很快，很快，很快。那你看，浮上来个的真的很快的那方法，你们吃小小的没所谓的，我们吃很多的，真的要争取一个时间来做东西的，没有办法嘛，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嘛，可以做很多东西了，因为那些美美呢就比较多的，你说我一直说呢就变成我做东西也不集中啊，所以变成呢我们有一点点呢做得不太完美。如果我不用出声啦，慢慢做呢，我相信我做得很好啦，因为我有挂住跟你们好好解释的，所以我的注意分散我了，我因为要跟你们解释，所以变成呢我做起上来呢有点好像不太顺的嘛。如果我正在这里顺这些菜，应该我做得更好啊，你看，因为我们吃很多的，来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啊。如果那个芽菜呢大概你看我们一餐就吃得完了，恐怖嘛。如果我们的就这你说的哈，就巴沙，如果巴沙买呢，我们吃了很多防腐剂了已经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很安全了。你看你看那你没有什么牙刀了，一点点一两粒就有的啦，人都没有实践上没啦，何况那些牙刀，对不对？吃一点点刀好的就当是那种什么纤维咯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你看爽好了，哇，很快很快很快爽好了。哇，如果唔系这样，我明天吃早餐了。那你看啊，你看，真的一点点系最好的时候，一点点啫。其实我系一定心急做给你们看。其实咧，如果我自己静下来慢慢做咧，应该比较很稳啊。比较你看你看，不错了哈，应该可以过关了哈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美美比较多点壳啦。你看那个皮，那啲不用算啦，算啦，尽管倒回去算就算了。为什么？它完全是豆壳的一个了所以因为我的这里没有了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哎呦，那个发现的，刚刚发现的，你看我个人就是做东西，如果不是真正刚刚发现，我又没有注意以前都为那个这样东西很烦恼，为什么爽了带这么多牙菜，哎呀这么辛苦，又不知爽了几十有个次了，哎呀好辛苦啊。反而我觉得最难就是那个部分，那个步骤，所以变成我如果觉得那个步骤最难的，现在我解决了，哇，很开心哦！谢谢你们哈，如果有好的，帮我订阅，拜拜。